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继续来给大家玩《我的世界》国服版本。这是 Hypixel 地图里面的，叫做“坏血之关”地图。右键点击以射击。哦，练习用枪。哦，这是我们手里的这个镐子呀，这个斧头啊，竟然是一把枪。然后我们可以用这把枪呢，来杀死敌人，与队友并肩作战。击败来袭的大型僵尸和危险的怪物，和护甲来防卫更加强大的敌人。OK，走吧，这是我们的好伙伴是吧？20滴血，需要电力。电力先在阳台找到电源开关。走，我们应该是打僵尸得到电源开关的这么一个玩法是吧？我们先在这儿刷点分儿吧。哦，可以修复这个窗户啊。第一回合结束，接下来是第二回合。这个怪物都是从哪刷出来的？这儿，这儿刷了一个僵尸，拿枪把他给干掉啊！修复，修复窗户会给我们增加这个经验值的啊，钱的。哎呀，附近有敌人，哪儿啊？这儿又出现了一个敌人。第三个回合，快来修！好，已经完全修复，继续。我们来这边看看啊，这儿出现了一个史莱姆，无敌风鹰侠，这是我们的伙伴啊。还有人吗？我现在是分数最低的呀，我守的这个地方可能不太好用，是吧？225分，来修一下窗户。好，已经完全修复完。走呀，谁？苏阳小七竟然被击倒了，他在哪儿啊？我们赶紧去救他去。苏阳小七在哪儿？哦，这个已经修复完了啊。哦。哎，我们现在是双倍金钱啊，走！双倍金钱一共有20秒钟，我们来看，哇，这地上好多史莱姆！我们现在是400分，我是这里面最弱的一个啊，第五回合。坏血之关，哇塞，竟然还下上雨了！哇塞，谁在打我？这儿，一只狼啊，打死了。谁还在打我们？这儿又出现一只狼，你怎么就盯上我了呢？这个狼上去咬我们的伙伴来了啊，在这儿。又一个双倍金钱。找个僵尸，我怎么分儿不涨了啊？谁在打我？无敌风侠被击倒，快去救他去！怎么救他呀？无敌风鹰侠开启了图书馆，哇塞，怎么去图书馆啊？我这个地图好像不是太稳定啊，一会儿会刷一下。哇，这是图书馆，我好壮观啊！皮革帽子加上衣，100个金钱买一个。好，我已经装备上了啊。这里呢？喂，这里有一个带全套甲的。僵尸，哇塞，不要死啊！我竟然死了。